阿云娜的生日迄天，跟咱那个的时间差不多差十个月。就算是你的，嘛跟你无关系。那也无关系啊，卡说是我的，我就是娜娜的爸爸呢。欸，是说你这人我很奇怪呢，这人过关啊，你给我用夹链带带起来。这牙刷不是我娜娜的，那在你家。亲子血缘鉴定。妈妈，我的果醋怎么不见了？妈妈，我的牙刷不见了。你拿我娜娜的东西去做亲子鉴定。摸不着啦，而且吼，我已经知影答案。你知影答案吗？既然你知影答案啊，你讲啊。上好是你先坦白啦，我都袂怪你温妈这么久啊。你拢讲你知影，你先讲，我听看卖，敢是事实啊？我的，你先讲。你先讲。你先讲啦。讲一句长啊，讲，卖阁假啊啦！你连啥物拢唔知，动作呢慢吞吞，我看你根本唔是爱我来翕相，你是叫我来想要套我的话。无，你先讲看卖，咱也是不够的囡仔。我讲真海量啊！你来阮家偷摕咱阿物件，你真正足憨的呢！我要甲咱阿讲，你是贼啦！以后不准你再来阮家。顺便卖啦。像呐！我都愈想愈奇怪。阿云娜的生日那天，我好像想到八年前的出生，跟咱那个的时间差不多差十个月。囡仔不是你的，就算是你的，嘛跟你无关系。那也无关系啊，卡说是我的，我就是娜娜的爸爸呢。咱一家伙啊，当当做伙啊。啊，不过娜娜的妈妈。啊，就是我本人无介意你，所以就算讲你是奶奶的爸爸，咱嘛无可能做伙。但是我介意你，我知影过去我伤害着你，但是我嘛甲你讲过，因为过去我教过我家己，即马我相信，我就是奶奶的爸爸，我介意你，也介意奶奶。你敢是真心的？我是真心的。